我想我补充啦，啊，咱即马由这个前任吼，这个、台湾二八关怀总会的会长吼，啊，邱先生来讲诶，来代表这个、这个受难者，因为这边一百通别内底也有伊吼，来。二八受难者的牺牲啊，并不是叛变啊，啊，有真济国民党个讲话拢是叛变，我是唔是叛变，伊是用惨杀。啊，有这个二八受难者牺牲哦。照台湾意识的这民意啊，我袂讲觉醒，咱即马真侪人还袂觉醒吼，应该是民意啊吼。啊，咱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咱台湾人的祖国不是中国，台湾人的祖国就是咱台湾。啊，阮在上只在家属，会使讲上不平的所在就是讲，事发发生到今已经64年啊，但是啊，迄转型正义拢看袂到啦。啊，国民党开始遐尼济人，伊敢唔受到这个责备，还是讲受到什么？互人掠去关下啥，无满意啦。啊，受害者家属啊，即个因个财产的损失，吼，佮精神上的损失，啊，也是因受到影响个，即个，应该拢也是国民党爱负责的，但是因拢无负责，所以今仔日在阮这个108的即个受害者家属来告国民党，阮为着就是啥物？咱这個社会正义爱甲讨回来吼。啊，我阁感觉讲，其实这是我受难者的艰苦，上艰苦就是尾留来这个人，尤其是这洪台时的人，伊爸母也是讲伊的母仔囝。我讲一个，恁可能拢唔知影吼，阮阿嬷吼，自阮阿二叔阿兄拍死以后吼，定在一时啊。啊！就爬起来就哭讲：“啊，我抱个囝啊！你若忽然间走去，还哭干呢？啊，哭个哭哭的，后壁安怎？嘛是无法度。我冇看过伊笑面，我遐想想讲，伊冇看过伊笑面啊。自阮那是阮二姐死以后吼，伊就安尼定定迄个迄个面笑如，就无啥欢喜，就笑袂出来啊。哦，阮家的这个二八的受难者吼，有三个啊，啊有通。”你爱关的，红怕死的，后走路拢有啦。你所有经验拢，啊，当然要开钱，要开钱，但是是一定有的啦。一个是阮阿公走路，一个是阮老爸啊，向你爱关；一个是阮阿叔啊，向怕死的。阮阿公是日本大学气候的毕业，战后以后，战争伊就转来台湾啦吼。啊，迄个时拄好战后时咱。做这个基隆市的参议员，二八发生的时候，伊拄好甲这个，迄、那个参议会的副议长，基隆市的这副议长杨万丁吼，两个人走啊，这个有人讲是台北，我是听阮阿叔来讲，讲是伫实际遐啦，因为咱二八发生以后，出个秘无秘嘛吼，啊，甲这个副议长杨万丁去买秘，啊，买转来的时候。那杨万丁这个副议长真负责啦，伊讲伊爱等于议会报告，啊，落来等于议会啊。但是半路啊吼，三月七日迄天都开始要杀人啊啦，半路啊就去哦，迄条兵啊掠去拍死，拍死杀了海海地，把别个杀了杀了海地。啊，阮阿公吼，伊无只倒来，伊另外走来阮家对面一间病院的病院遐去治，啊，所以。遐兵啊来，阮家要来掠人的时候，阮阿公无伫哩啊，无伫哩。但是阮家有人知伊在啊，啊，阮另外一个较细汉的，一个阿叔啊、三叔啊吼，迄18岁呢，紧去甲阮阿公报告，叫伊讲唔通转来。啊，当然伊讲你也无人有嘛，无代志啊。三月七日代志嘛，兵我都起来。三月七到，透早在啊，兵哥啊在过来掠人啊啦。迄个时来掠的时。应该是初九透早吼，啊未天光，啊就来掠。迄个是阮老爸啊做这个旅长，啊阮老爸啊甲阮二叔个呾在掠去，啊甲迄个算做基隆市的市区遮一挂人吼，少年仔拢掠来去迄个一个小学，伫仁爱国小、仁爱国外迄个信义国学吼，一中一条路遐吼，啊迄个路吼铺迄路。咱讲古代，咱铺炭三百万吼，啊，阮
老爸甲咱甲遐一寡人拢下落去啊，两百几个啦，拢跪伫遐。啊，跪伫遐，只苹果用画画号数啊，一二三四安尼画去吼。啊，画红单数的人先站起来。啊，阮老爸啊，其实是单数的，但是伊看阮迄个年纪啊，二十岁啊，尔较少年，行脚行伊探查牌会疼吼，啊，好，来叫先起来。结果阮老爸啊，甲阮年纪啊，为对调嘛，对调，啊，结果，迄、那个单数的向上个路呢，上个接待局去啊，啊，阮老爸才变成双数的，伊去上个很明很明对去，这代志是我尾仔知影啦吼，也是尾仔阮老爸才讲的，啊，上伊的时阵吼，变做两个兄弟啊，拢无够，也是拢唔知影，啊，阮老外头就开始探听，阮老爸也较幸运啦，因为阮老母啊吼。会去有去问到，听到讲，阮老爸去关宪兵队个，啊，关用钱吼，古早拢爱用，而且日本时期、俄罗斯时期吼，一大包去包大个大堆钱去，甚至宪兵队个去伊个企业拜托伊帮人。即我是尾啊，我是有滴听隔壁讲，迄其实吼，迄只宪兵队个人吼，走去宪兵队个对面一间迄落地点啊去，啊个走那个。甲迄个查某讲个啦，讲啊，你像民国离婚，你安怎安怎？啊，所以阮兜才听风声，因为隔壁啊，拄有一个亲戚人咧开迄个地点嘛，等下才有出来报告呢。啊，所以阮老母啊，才提好多用个遐钱去内面去甲报出来。迄代志发生已经两暝过两暝啊啦吼，第三天个代志啊。啊，阮老爸叫救出来嘛。阮啊，这个代志我另人面来讲啦吼，我先讲阮老爸代志。啊！佮转来厝以后，阮老爸来入去楼尾顶，拢拿出来。连阮二叔啊，迄天向拍死，按海啊底浮出来的时阵哦，伊都唔敢落来啦。迄人，迄个尸体又转来厝的时阵吼，伊都唔敢落来。啊，边个内面吼，住安尼几落个月，拢边楼尾顶。啊，这是。另外台，我是阿先爱个讲了，等下讲，阮阿公一代志，阮阿公无迄间无来，你对面你朋友遐吼，阿阮阿即个第三即个去讲，伊当唔敢转来，迄个时阮老爸参加迄个什么三民主义青年团啦，咱迄时大家拢爱讲三民主义吼，啊青年团迄个基隆团的团长吼。李正浩知影，阮阿公秘伫即个，伊即个水平安尼啊，啊在红旗车吼，叫人家载来即个东本院士，台北即东本院士，迄个时东本院士，我听阮老人讲吼，东本院士迄个时秘足济人秘个遐，迄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李正浩救真济人，拢秘伫遐啦，啊秘在秘两个月，尾啊。伊哩潘振潮，伊当初即个到保定，即潘振潮啊，讲阮来讲不了成嘛吼，啊，才叫阮来讲国民党个拢是叫写悔过书啦。你无做派来钱，你嘛爱写悔过书，啊再帮伊转来，啊继续做即个议员。啊，迄、那个悔过书吼，在我想吼，我想应该是国民党用迄个来个威胁，也阿伯你也听我话啦，啊你侬。我甲当下知影国民党伊个本质哦，就是安尼啦。一向拢是安尼，讲真较歹，那就是变卑鄙、真垃圾的这个代志啦吼。尾啊，阮阿公虽然讲参加国民党，爱定定，我从我细汉我就听伊规日骂国民党，或者国民党，啊，即个国民党安怎？迄就是吼，心内虽然讲。真切实国民党，但是不得已啦。迄个时，我想为大家拢知影吼，政治人物大家嘛拢爱参加这个国民党。你若不参加国民党吼，谨恶生存，一定用一切就手段来个威胁。啊，这个是阮阿公买个代志吼，伊买啊，我过了三岁，过煞过身吼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我是讲啊，讲来阮老爸啊，迄工种放进来以后吼，米来在米老米顶。啊，尾啊吼，我几落遍咯，因为这军队要掠阮阿公掠无着，
啊，了不多就定来来厝内嘛。啊，伊咧来厝内行哦，那抓袂着，伊如果我看到阮老表有滴滴，啊就我抓去啊。但是啊，迄、那个素质，迄名队甲即个警察局的素质无共款。迄名队的素质哦，一时间甲伊提起，伊就提出做来事哦。伊哦，听讲阮老爸啊，佫将抓去，伊迄名队就派人甲救一个，甲带转来啦。总共阮老爸啊，二十八来时将抓三遍，迄名队一遍吼，警察局，还佫有。边个啊？迄落海军司令部，拢捌来掠啦。你若掠一个人，掠一边来以后吼，你都有钱通赚嘛。伊嘛拢知影啊。其实，阮老爸啊，向掠三边哦，迄三边拢开钱啦。第一届用俄罗斯去，第二摆拢是有中间人，自然就知影，伊已经知影啦。虽然放出来，后摆拢还佫塞钱去，所以这是八十元这家上吼，大家不但。有的人正面死，啊，有的真侪人嘛，拢精神上吼，嘛拢受真大即个威胁。我较清楚就是阮老爸代志，因为阮老爸啊，1986年才过身嘞，啊，所以我伊代志我真清楚。阮老爸啊，在日本时代吼，伊就一个真出名的小说家，可能恁大家拢唔知影吼。伊是咱台湾第一个去摕到这日本文学奖的即个。作家，但是战后国民党来以后，把阮老爸啊号做什么皇民作家，讲这是日本人的，甚至啊讲吃日本人的赛艺术啦，是敌人啊，所以阮老爸啊真切心，啊，我经过二十八将掠去以后，阮老爸啊都在方便，但是阮老爸啊的下一次吼，啊起码来啊吼，连都真是日本人的研究。研究伊的这个文章，啊，伊尾啊无写文章以后，顶多改拍电影，所以伊拍电影原来拍过袂少。啊，阮老爸，你看出去，伊有一个特色啦，甲我即下嘛是共款的。我遮来看出去哦，你台湾人那边讲的哦，啊，较实哩，你莫来。啊，你做新闻了，台湾人你连台湾那边讲，连有个人你嘛少人去，连听都免听哦。啊，叫嘴开也听无，所以我咧看注意有较特别啦。你若不是迄落台湾人爱来一遍啊吼，有诶，我先来第二遍就毋敢来啊，拢来一遍就结束啦。啊，我要讲诶就是讲，咱这台湾人较大吼，遮尔久啊，我是感觉像拄啊即个教授讲诶咧吼，啊，较大有也有诶即个，你教授讲，因为你讲即个。甲大家都真济人吼，安尼无法度觉醒，啊！即个台湾的建国愈来，咱也感觉愈困难啦。但是这拢是咱大家拢爱拍拼的一代志吼。人讲的，伊吼，许人入去即个建设局的时，听讲当迄面就用发炮拍死啊。因为迄个建设局局长吼。你著知，即中国人拢真贤贪污啦吼，啊做歹代志啊！啊，阮阿公啊，即个云南政府一定吼，两个人拢时间都在机会甲订购嘛。伊就甲咧，叫局长，伊即个局长订购吼。啊，今个局个局长知影，哎，阮阿叔也是闽南人啊，迄暗拍死啊啦！啊，拍死以后，就白白个，就他白白个吼，就在等咧陈老干，那老皮啊出来讲。伊拄啊安尼浮起来，啊，即个死人奈安忽然间七公流血，而且我来讲啊，原来都是家己个人，啊，再转来厝又浮再去救，所以讲即七公流血的代志吼，还是我是真相信，讲感觉即个代志一定爱有人负责，啊，你讲当阮再加上常来讲有人讲铁路。摕到即个补偿，啊！即政府补偿，阮在阮来讲，拢无意思啦。因为受害者加，无啦，加害者是国民党，咱爱，伊赔偿爱负责任嘛，是国民党。啊！我今仔讲到这，搁感谢各位。